觉得红色是连接恋人唯一的线，断了还会有千丝万缕说不清的藕断丝连，只能一根一根折断，删除所有和你相关，慢慢恢复自己的世界。如果那个路口我选择了右转，如果我们从未遇见，如果那天寂寞没找你聊天，如果这点赞在朋友圈，如果升温之前我们可以收敛，退回到朋友局面，没开始和擦肩，那个更可惜一些。我们错过在相差的街，越走越远，从两个世界奔赴到又各自从前，拥抱如相遇短暂，一转眼就丢了远。世界奔赴到有各自从前，拥抱如相遇短暂，一转